那有些啊，也不是我现场不讲，因为这个有些 idea 我会先跟源头讲，我会先用英文讲，对不对？我先跟美国人沟通，说教宗也在听的，教宗也在听，不是胡乱的。我先跟美国人讲，那我讲完我还想到，哎，那我应该中文也讲一讲，对不对？我跟我周边也要讲一讲。那你说现场讲不讲？其实也没有说一定不讲，就看气氛了。看气氛了，对不对？讲，我站起来讲两句话也可以了，对吧？我先跟美国人讲这个这些东西啊，然后我才突然想到，哦，这中文也要再讲一遍，也不一定是说现场完全不讲，